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汽车如今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，但在使用过程中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对于新手司机来说，开车途中汽车轮胎爆胎了，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力感？哪怕送到汽修站，最让修理工人耗费时间的也是拆装轮胎螺丝。对此，美国的一位23岁大学生就专门为此研发了一个换轮胎的高效工具，通过利用多轴机床的原理，设计出个一轴多动的附件工具，让你无需一个一个的拆轮胎螺丝。从外观来看，他发明的这个工具就是一个带有5个转轮的多轴附件，采用铝合金制造，整体结实耐用。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如何使用呢？只见工作人员用这个多轴附件一次性就把车的轮毂上面的5颗螺母给上紧了，看上去非常的方便和快捷，只要启动开关，3秒钟左右的功夫就搞定了轮毂的安装，简直就是一个换轮胎神器一般的小工具。同时安装轮胎也是同样的原理。据悉，这个换轮胎神器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多轴机床，这样多个转轴同时转动，省去了很多时间，提高了效率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并在最新的无线电动功能，无需连接电线，能应付日常几乎所有车辆轮毂安装和拆卸。更加人性化的是，这个工具能根据用户的需求更换每个工作头的距离，并且可增加或减少数量，灵活多变。发明者为了测试这种工具效果，还免费给很多修车厂工人去使用，结果收到了很多修理工的欢迎，对这个工具爱不释手。你们觉得这个工具方便吗？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